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墨。象牙塔系列的话，到目前为止已经出过4款角色时装了，也不知道你们都集齐了哪些角色了呢？大家的话可以把集齐的角色发弹幕留言。虽然每款时装都是仅限回声购买，但是价格方面还是很良心的。然后今天光博爆料了原定的象牙塔时装，这个的话将在4月14号的时候上架商城。光看海报的话还是十分好看的。标志性的草帽上面还绑着一个紫色的蝴蝶结，身上的校服则是一个短袖的设计，衣领位置呢也有一个可爱的蝴蝶结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标志性的斜下的徽章，手部那边的话则是戴着肉鼠主的手套，而裙摆部分的话应该是跟空军同款的百褶裙的设计。手持物的设计的话，估计就是一旁的花洒了。这五款象牙塔时装，除开佣兵，感觉可以组一个女子团队了。也不知道啥时候可以抽起8个打联合呢，并且后续大家还可以期待一下监管者的象牙塔时装，估计应该是教导主任或者是校长之类的。除此之外呢，以往的调香师和医生的象牙塔时装也将限时返场，喜欢的小伙伴们不要错过咯。好的，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